好，朋友们，我们要开始坐在地上，背部挺直，肩膀放松，双手放到膝盖上，闭上眼睛，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呼气。再来深深的吸气，然后这一次用你的嘴巴呼气，再来深深的吸气，用你的嘴巴呼气，放开任何紧张。最后一次，放松你的面部的肌肉，眼睛放松，嘴巴放松。双手合十，放到胸部前，打开眼睛。我们进入到坐眠姿势，手指展开，撑在地板上，肚脐往后。我们要做一些猫和牛的姿势。深深的吸气，从胃骨开始，慢慢的沉气，腰头抬起，呼气，弯腰弓背，向你的腹部看，吸气，脊椎骨一级一级的沉气，腰带动脸向上，呼气。继续做，配合你自己的呼吸。最后一次，然后回到坐眠姿势。双手向前延伸，脚尖够，臀部侧向脚后跟，然后慢慢的进入到下犬式，可以屈膝，背部挺直，可以走一走，弯曲你的右膝，然后脚踝。感受你的呼吸，眼睛看见，然后慢慢的走到你的两个手，弯曲膝，上半身向下，在这里停留一下，两个腿用力，但是上半身放松。头放松，然后在这里你可以伸直你的右腿，弯曲你的坐膝，然后脚踝找到什么是让你感觉最好的，可能你不想伸直你的腿，可能就弯曲一点点，然后弯曲你的其他的腿很多。最重要的是你要听从你的内心，我们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然后回到，放松一下，可以抓住你的双手肘，
感受你的呼吸。我在这里引导你，加油你，但是你要倾听你自己的身体。可能有的时候我做的动作跟你不一样，你可能想做有点不一样的动作，没关系。最重要的是你要做你自己觉得舒服、自己觉得好。特别是因为是早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刚刚起床了，所以可能身体有点紧，有点酸，所以找到什么是让你感觉最好的，双手松开，慢慢的动作要非常非常慢，慢慢的抬起你的全部的身体，脊椎骨一节一节的抬起你的。背部、下巴、手到胸部，手臂很重，然后抬起你的头，肩膀往后，双手举起，看手，呼气，双手向下，再来。这一次，把你的身体慢慢的向前折叠，吸气，抬起你的背部一点点，双手放到你的大腿上，呼气，向下，吸气，抬起全部的身体，看手，呼气，双手松开。吸气，看手，呼气，向前折叠，换气吸，吸气，抬起你的背部一点点，呼气，向下，双手撑在地板上，进入到平板，然后膝盖落地，进入到婴儿式，放松一下。可以张开你的膝盖，双手向前延伸，可以慢慢的把你的额头侧放右边、左边。慢慢的开始抬起你的身体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朋友。从我的心到你的心，Namaste。我们下次见。